救人哦，救人哦，救人哦！花园门总统没来，那你工作室啊，救人哦，救人哦！想说是在酒搞什么？救人哦，今天被来了哦，罗拉罗拉怎么办？这位先生，请冷静。我们有一次去总统府拍，有一次去官邸拍，对，这次他们要来突袭我们工作室啊！他是要来这个看我们居家环境有没有整洁，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。那个如果总统要到你家的话，不是说来就来，不是突袭就突袭，不会突袭的，不可能啊。对，因为一国家元首只是安全的最重要。你不可以工作室马上来，他们国安单位会先来敞开。总统到哪里是那边拿到走哪里就走哪里，不要乱带啊。那不能我走一走，我想吃臭豆腐，我去买个臭豆腐。不行。啊，不行，无聊。当总统是蛮无聊的。对啊，不能睡，不能逛逛。说，我想吃，我想喝个饮料，不行。对对对，我们是后天要来大阵仗。如果有什么越举的动作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外面那个直接那个什么狙击手那边准备？我不小心打到，快点，快跑，抱着跑，直接通气，我抱着快，直接咚，没有被讲。莎莎有看过吗？没有看过。去总统府，想想那一次，总统府那一次啊，总统府你有去啊？你说拍咖喱的那一次啊？立马去啊！有没有一枪而去？小姑丈，你有拍过总统府呢？就近距离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总统来，你说话想要说？总统你好。怎么办？你私底下有见过总统本人吗？没有。后天要见到他本人怎么样？他就要来我们这里，好可怕啊！我合作过，我们是有经验的，就是他旁边都有很多水壶这样站着，然后远方就真的有那个狙击手。真的啦！他在乱讲。那么总统一出来，大家就围着他，就手牵手走到这边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好哎，总统来，我们这张照他走，总统来。第一次见小英啊，不要紧张，跟你上。好，对啊，好，讲的你很有经验一样。有，后天见，后天见。不用，都您的人啊。但是你们的工作室，对，是我们工作室，也是你们的家。工作室，我们要工作。对，今天麻烦总统啊。给了陪他带，马上带走。那说我是大人的，要玩这小孩子的吗？医生说他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是教科书等级的，100分。健康，因为他每天跑300公尺到3000公尺到5000公尺。啊，真的吗？总统您遛着他跑3000啊？没有啊。哇，好酷，很感人呢。对啊，他以前一张开眼睛就是训练啦，一直训练，一直训练。狗狗退休都发现说他的人生意义在哪里，要重新定义。我本来第一次看叫做蔡波能，波能，我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像还有点学问，后来想想这不是蔡波能。这样差不多都均匀融化，这样就可以。这是很快就会融化。对，这很快就融化了。那我接下来就是邀请我们的今天的小来宾，就是米宝吗？对，米宝宝。嗨。来，阿贝来。我总算出现一个女生了。我总算出现一个女生。嗨。嗨，你好。我
怕生耶。对，他不怕生，因为他饿，他为了这一顿餐呐、啊，饿了两天呐、啊。那你这样是虐待人。请用。请用。哇。你说谢谢。他还不会讲，不要不要。他有点厉害的。你老婆有大将之风。你说他的脚，这么多人还是很镇定的在。只喝他的奶。这鞋真的很漂亮，来来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总统喜欢的话也可以。哪里买一双？接待外宾可以穿啊，接待外宾就是哦 ，so beautiful。你是谁？妈妈不不，先看看除了他自己是谁来。你是蔡桃。哎呀，真的还自己说自己是蔡桃贵耶，很谢是不是？哦，谢谢，好友善的蔡桃贵哦，谢谢，等一下吃。喂，你有看到什么动物吗？犀牛。犀牛，对，犀牛。谢谢耶！谢谢了，怡宝，我们多好，你们这三个小毛头让总统配合。蔡伯呢？这个是你的车车耶，谢谢谢谢你的。你要不要代表致辞？典礼上都要代表。代表。好啊，我们等一下是挖土机耶。那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总统啊，总统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样。你打开，我打开，好，我打开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他在命令三军统帅。我要现在下跪了，我。谢谢你。这是刚好哎，我们李对李北手做的这个领巾。妈妈，谢谢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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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蔡伯伯，我们来玩。哈哈哈哈哈！迫不及待要玩了。在赶客人的意思。开始玩了，开始玩了，开始想玩了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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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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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